现在要从泰国进入缅甸。边界有泰国，就是边界有河隔开，一边是泰国，一边是缅甸。然后我们进入缅甸啦。这都是要过关的人潮，这是缅甸跟泰国的边境。缅甸人一大早就喜欢吃炸的。我们现在坐小型箱型车开始出游。路没有很平啊。对啊，就跑拢一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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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个电线较好呢，无拍足侪角嘞。对啊，这较少条啊。嘿嘿，无你看泰国安尼更加安尼。对啊。只要看那个就密集啊，就是。你无去看曼谷，你曼谷你会惊死。哦，曼谷都超哦，有大蛇，跟路蛇。啊，嘿嘿，那电线着火，我唔知安怎。对啊，我嘛不知。你这电压量拢220。哇，安尼较悬，较危险。对啊，拢220电压。伊可以讲伊只较无电的，无讲缅甸拢无电。系啊系啊。就是伊电线着火。系啊，咱前阵仔嘛讲行无电，啊，拢爱去泰国省电。泰国算靠电的。泰国是即全部内面较发电的所在吧？较先进。较先进啦哈。够危险吗？这里因为边界的关系，所以可以直接用泰铢交易。Yeah, I don't know.
好，这个我们吃吃看。对，一人两颗。好吃哎。嗯，地瓜的味道真的还蛮甜的，这还不错。所以喜欢吃的可以多吃一点。这类是章鱼烧，他现场会帮我们切开。东南亚这些小凤梨啊，其实都还蛮不错吃的，因为都很甜。如果大家来东南亚，可以试试看。他没有纸吗？有吧。哦，他有放梅粉下去。有啦，纸还蛮大的。哎，看不了，看不了，看灯啊！好，哎，他帮这个是葱吗？不是葱，你说的是腌的，腌制的。一共多少啊？300。一包五公斤300块而已。5公斤300块啦。这么便宜啊？这么便宜，要动手下场。老板，你可以捏好点。鸟超多的。啊，大部分看起来都是鸽子。
恁迄个哪迄个是老多，这什么呀？好多诶，我不见了。好，八红的加红，那不需要加，他们赶快。不要，卡细里个啦！哎呀！他们好像追着我们，是不是？追，追，应该是，应该不是吧？谁追着我们？那两个。有吗？没有，然后我们聊吧。那全部人拿着雨伞。不是啊。哎，对，他们自己过来了，一堆人。啊，这是应该是拿来放生的，哎。有买卖才有杀害，千万不要放生。刚才跟着我们的，不用不用，谢谢。刚才跟着我们的，真的是要来赚钱的，帮你撑伞就拿小费。他这个是五包，哇，三包五十，然后还有玉米，还有花生，都是三包五十的，真是便宜到爆炸。就是对这刚才那个竖琴，看看看，防止外嵌。它怎么磨？这样磨上去还是？不是，磨这个。水的这样磨。要。要加水哦。要要。这是粉，现成的粉哦，有高的也有水，来，来过去。这台车还蛮炫的。